快跑快跑快跑，当电梯下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底下，快跑快跑快跑，伙伴快跑快跑快跑，当电梯下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电梯底下，你千万不要站在电梯的底下。 No， 伙伴，大家肯定都发现了，在我们的蛋仔岛上有一个自动电梯，伙伴们注意看，我们的蛋仔只要走上去电梯就会升起来，可是啊，我们的蛋仔跳下来，伙伴们，电梯并不会停，它还会上升。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注意看，在电梯的底下画着一个标志，这个标志是禁止蛋仔进入，禁止蛋仔进入。 No， 快跑快跑快跑，当电梯下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电梯的底下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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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电梯下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电梯底下。为什么？你千万不要站在电梯底下。注意看，这是我以前把黄金小赛车放在电梯的底下，结果呀，你们看，黄金小赛车发生了恐怖的变化，竟然变得张牙舞爪，好像要变形一样。而我让蛋仔快跑快跑的原因是因为，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我们蛋仔跳上电梯，伙伴们，等到电梯升起来我们再跳下去，伙伴，这时候我们站在最底下，注意看，伙伴们，电梯会把蛋仔压扁，你们看，直接让我们的蛋仔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头在上面。所以啊，伙伴们，我让大家快跑的原因是因为电梯会把蛋仔压扁，你们知道了吧？